喂，你有说自己的心情像管中明校长一样？处境两个人是一样的，时间确认都符合。可以聊一下吗？昨天脸书也有一些感慨啦，说不要说你勇敢，可以帮我们聊一下吗？这一段心情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谢谢谢谢。所以就是说自比自己是坚持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的心情是不是也松了一口气？还好啦，还好啦。我来有想说，接下来要怎么为地方服务吗？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工作。所以真的以后用志工的方式，然后来参与政治。我的任期还有2年嘛。好，我们还是努力现在的工作。那这2年有什么要推动法案？对啊，推动法案有没有想要在2年内完成？像例如体育改革啊，或是什么，你也最想？对，我们都持续在推动当中。对对对，包括运动产业啊，哦，还有艺术产业啊，大概是我在立法院一直想要推动，希望台湾的体育发展跟艺术产业可以更健全吧。我原先周刊有特别提到说，其实还有一些，例如是被称光临使者的一些状况，你有没有听过里面讨论？没有哎，没听过。所以光临使者有人把两个人套上这样子的称号，我一无所知。我有没有希望就是点到你的意思就好？不要再挖下去。因为有听说还有党内还有其他人。这个我就不宜再多说了，大概这样。好，我也不好意思。好了，那你走了。